那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 ABBA 版 demo， 那请 H 组报告的人员先上来，那 G 组的请准备。喂喂，好，现在是 H 组准备要报告他们的 ABBA 版成果，那请各位掌声鼓励。喂喂喂喂，听得到吗？喂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H 组，然后我们的组名是那个脑骨折好棒棒，然后我们的那个游戏就是蒲公英。刚刚我们的发想现在就是比较明确，我们主要是用一个风力的概念，然后去控制蒲公英，然后蒲公英如果撞到蒲公英的话，他们会增生数量，所以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让蒲公英以最多数量到达终点。然后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游戏，其实上这个操作看起来不会很复杂，可是因为它在持续往前前进，哎，有没有音乐？音乐。对，我们的音乐是个重点呢。对，你看听起来非常的有史诗感，因为我们那一组的那个音乐人才，他帮我们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背景。那这个游戏的主要操控呢，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要一直维持同样数量的蒲公英，但是其实如果你太担心的时候，他们其实会得不偿失，就是跑到荧幕外面去。可是像这边的部分，就是靠近主体的部分的时候，在经过撞击的话，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数量。对，你看现在中间部分，哇，他们就跑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游戏的部分呢，就是你要如何去控制这些蒲公英的数量，以及就是说你要让他们维持在这些数量之下的时候，不能太贪心，又能以最多数到达那个终点的方式。那我们那个音乐的话，就是跟着情境的转折。我们的发想是一开始它是在一群比较枯萎的丛林，然后经过飘洋大海，然后再到我们的终点。先目前介绍到这里，因为我们的终点还没做完。好，谢谢 H 组。那现在由 G 组进行报告。那下面麻烦一F 组准备。OK， 那我们欢迎 G 组。那 G 组，你们有准备好？看来你们准备好你们的队名了。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队名的意义？这是游戏名称还是队名？这是游戏名称。游戏名称，那你们的队名呢？还是叫G组？还是没有队名？那我叫没有队名的G。好啊。没有小G，没有小G。小小大G。大 G G 对小 G G， 好，那请 G 组开始吧。这是我们游戏的 demo， 我们游戏的玩法主要就是玩家可以移动那一块方块，啊，还有他可以在地图上使用各种不同的有特殊能力的方块，就紫色的是磁力，他可以把。你放错格，把自己炸掉。
半一半就好，一半。你把视窗往上拉。你把你们的，你们大家想，你们现目前想到的进度做出想照一下，不用等。等我。那这样可以，这样。啊，紫色可以把，往滑鼠往上一点，对不对？它可以把白色方块往外吸。然后，游戏的目的就是要弄出一条路，让我们的角色可以逃离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些都只是暂时的样子，因为美术现在在赶他的东西，所以他到时候赶完，我们蓝色方块是一只鸟，鸟的样子。啊，就是要做。一只鸟用费尽千辛万苦逃出，从这个地方逃出，然后展翅飞翔的，就是主题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局主。OK， 那再换 F 组，那请一组准备。F 组，然后他们好像已经准备做出进化版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应该在抠档案的关系，大概在十秒钟就可以进行。刚才 F 组他们有做了一个加强版。
OK， 那让我们欢迎 F 组。Hello， 我们是 F 组，然后我可以先请教一下，为什么都戴着口罩？因为他说他不想露脸，我也不要。啊，我敢。哦，我也是风飞沙太大了，所以要戴上口罩。然后，反正就是我们，我们因为只有一台电脑可以用，可以写程式，所以我们进度非常的慢。然后点开来，一秒就结束了，大家张大眼睛哦。结束了，就这样。耶，哦，非常有效率的一次 demo， 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利落的阿爸版。好，解释一下的话，就是我们真的做出来的话，左边这一只东西跟这边这只东西会打球打来打去，打乒乓的感觉。就这样子。好，谢谢 F 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一组上来报告。那第一组请准备。你们现在才注意到，终于叫到你们了吗？一组把自己的给息都传上来。欢迎一组。刚才一组有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他们十岁的制作人现在升等变成 CEO 了。那我们一起 ，CEO 明天将可能会再升上去成为董事长。那我们先掌声恭喜他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欢迎一组。没有没有声音，还没有。好，那我们是一组，我们组名叫什么去了？说好的加薪呢？就是悲歌。已经忘记要加薪了吗？好，我们前情提要一下，我们现在，有一幕可以 share 给大家看吗？就先前情提要一下，就我们大概是，这样子的东西。那左下角是我们那个制作人亲自设计的角色，十岁制作人亲自设计的角色。左下角的机器人亲自设计，早上只花十分钟画出来。对，机器人。我觉得你们制作人已经有嗑药。啊，然后早上有介绍，就是这个游戏是左下角这个主角会往。就是会一直爬升，然后会去跟吃这个什么地藏娃娃，然后还有一些阻碍之类的啊。那这个前情提要啊，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况。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哦，就是左下角这个是现在的方块是未来会用制作人设计的角色取代。然后现在大家只会看到地藏娃娃出来，那我们游戏里面应该还有其他阻挡物，但是还没进行。然后最后还会有一个跟 BOSS 那个对打的一个 stage。好像有岩田聪的角色出现。啊，真的吗？就是那个穿西装的岩田。对，最后一个跟 BOSS 对战的一个关卡，然后这个也还没有进行。那目前的进度大概这个样子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一组。OK， 那接下来由 D 组进行报告。那 C 组请准备。
喂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飞吧马鼠太郎的游戏画面。那这个马鼠太郎就是拿一个伞，然后你可以按下空白键收伞，它就会往下掉。然后要避免撞到那个怪物。然后天上会有冰淇淋掉下来，掉下来砸到的话就会，就是上面那个红色的三个点是生命值，然后怪物会从左右上跑下来。对，又挂掉，这个非常有难度，所以你必须要适时按下空白键收伞，就往下掉来避开怪物。然后吃到那个水果可以加血。对，然后上面就是，然后会有那个冰淇淋粘在他的头上。对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一直往上飞。因为被冰淇淋砸到，所以冰淇淋就在头上了。对，对，然后大概就是CEO 观察敏锐，借由开关收伞跟左右移动，然后我们右上角有风速会影响角色的移动。哎呀，掉了，被砸到就挂掉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最后的那个画面 ，Game Over 的画面还没有做好，现在大概做到这样子。要感谢我们的超强程式跟美术团队。然后依照那个分数的提升，怪的出现率会渐渐上升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怪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第一组。没关系，再开就好。OK， 那好，现在换 C 组进行报告。那麻烦 B 组请准备。我先介绍， yeah. 等一下弯，对。紧张。有吗？喂 ，Hello， 为什么没有画面呢？让大家没有看到。有 ，OK， 好。有什么那么低调？等一下，有点想睡觉。好，对，我们是 C 组，那我们的游戏《龙卷风派对》，稍微介绍一下。那我们主要是用打错字了，好，跳过。好，游戏概念。好了，我们是用 Unity， 主要是用 Unity 跟 Photoshop。那这是一款就是可以在手机上面玩的游戏。那游戏概念就是龙卷风会破坏嘛？那虽然东西会坏掉，但是破坏之后你就可以做新的，所以破坏之后才有创新。那龙卷风它卷走的东西会被带到别的地方，那你换一个角度去想，就是它很像会带着你去冒险。那我们游戏的玩法基本上，龙卷风它自己会移动，那玩家他能做的就是按萤幕让它变大，那你放手它就会缩小。那龙卷风它要往前。它往前的时候跟它变大的时候都会用到能量，那我们会用机器条去表示。那龙卷风如果它吃到房子，就它卷到房子的话，它就可以得到能量。那但是它要变得够大才可以吃房子跟载人。好，这样讲很抽象。我们的这是龙卷风的示意图，然后这是角色。然后这是大致上目前完成，对，这些人物啊，就是那个辅导的小朋友他们画的，可是他们没有画脚，所以我们就帮他们就是把脚补上去，对，然后用他们的人物来让这个龙卷风去卷。然后现在我们要示范一下 Alpha 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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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噔噔噔。那这个像它现在按下去的话，那个风它就会变大，然后像它吃到那个框框就是人，它就会很开心，所以它的那个脸就会有表情，它是一个有感情的龙卷风，对，它内心也是有一个就是有喜怒哀乐这样子。再让它开一次，你看它自己会前进。那我们按下去的时候，那个陆地上的东西就会被它吸进去。那你不可以变得太小，你变得太小，那个东西就会掉。
对，笑得有点猥琐。我自己觉得好像。好，这是我们目前的进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习主。好，那现在由 B 组进行报告，麻烦 A 组准备。喂喂，开起来。那我们 B 组的部分就是早上有稍微提过，我们组别主题叫进化，那故事就是从浮游生物不断的演化成长到变成不同的生物这样。那我们现在还在前面的第一关关卡是浮游生物在海底的部分，那就是它会不断的，它的分数会不断增加。那如果撞到障碍物，它基本上就会退化。那是因为我们素材是已经画好了，可是还没有放进去，所以目前只有珊瑚这东西。它如果撞到的话，它就会死掉。目前我们的进度是这样子。好，非常非常简单，还是好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再玩一次吗？然后CEO 要求再看一次。这是一个小 bug。哦，是他们的图，其实很大。那个连续接，有接缝啊。珊瑚不见。说好的珊瑚。哦。好，谢谢各位的捧场。好，谢谢 B 组。OK， 那今天现在换最压轴的 A 组。A 组的话，目前程式还有点问题，所以目前看到的版本是我用 Unity 临时做的，对，所以不要太在意。那我们基本上，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超嗨的，对，按我们的需求，我们一开始就设计设想就是说要用，就自己摇过头会不会爆炸？应该是不会爆炸、啊，然后就是蓄力是有做好，可是角度没有还没有做，对，所以就飞了，所以就飞了啊，也没有也不会掉下来，也不会掉下来啊，他就慢慢 loop 这样子，是不会回来的，就飞不回去了，没终点啊，暂时没终点啊，对吧、啊？暂时没终点啊。说好的回家呢？总有一天他会回家的。他要掉下来了，他要掉下来了。总有一天他会回家的，总有一天。好啦，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目前的 Alpha 版，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 A 组，我看到各位的 Alpha 版都充满了各种惊喜与乐趣，那其实有几组认为说自己的进度可能不是很理想，其实你们不用气馁，因为往年还有。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交出任何版本的，还只有一张图的队伍也是有的，但他们最后在 demo show 的时候也确实有完成版本，所以各位请不要放弃，继续努力。那明天早上的时候是9点进行 playable beta 版的 demo， 那报告的顺序呢？因为今天早上是从 A 组开始，然后晚上是 H 组结束，那明天明天是相反过来，明天早上第一组从 H 组先开始，然后下午 demo show 的时候就是从 A 组先开始。好，那各位继续努力，谢谢。